有复活的生命。
谁反侧，我静静将万一个个为王，人心我不争，我心不静，不舍的生命一个个为王。是花林苏醒有无花的生命，为王谁听我呼求，是花林苏醒有无花的生命，是花林苏醒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满心而息的这里一个小孩所说的。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下面的是讲到的时间，我们今天呢，主持弟兄为我们讲到他的神，题目是神的手段，我们听说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一起为教会的一些事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平静的夏至，在这个温柔的枫叶国，在这个美丽的卡城，发生这次意外的洪水灾难。但是我们相信，就跟刚才那首诗歌和视频上所说的，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而且呢，在水灾之后，我们的确的显然看见了出乎意外的，有超过那个支持需要的一些志愿者，大批的义工，他们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付出自己的物质，付出自己的金钱和体力，也只是为了见证在亚省的居民，他们是能够互相扶持、互相关爱、互相看顾的。我们看到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那些义工们，就是对着同一间陌生的难民的民居进行疏散、进行安居，就是对同一位陌生的灾民伸出无私奉献的双手。我们的的确确看到志愿者的精神和多元的文化，在北美这个移民的国家，在这个移民的城市是有根有基的。我们显然看到了基督你所说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现在在这座城市里边真正的实现。那也是神你的博爱向这个世俗社会，尤其是向人类的灾难进行的一种见证。为此我们心存感恩，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也纪念纪念这种爱心的奉献，维持并且保守这种爱心的奉献。我们同时也祈求神主，你纪念，你保守，你同时看顾卡城和其他亚省的受水灾影响的地区，保守灾区能够早日的重建家园，能够早日的开门营业，能够在经济和生活上恢复正常。
我们尤其求主的保守，保守那些工作人员和专业的人士，因为他们在灾区可能因为长时间的修理和调整，而在体力上和在健康上面有所亏损，甚至有的自己家里边受到了水灾也无法顾及。我们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的同时，求主保守，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保守他们有足够的精力，同时保守他们的家庭和生活都能够平平安安，都能够安安全全。我们也求主保守以后灾区康复的这样一个时期，不断的有充足的义工能够替换，能够使灾区呢能够更快，能够更好的恢复秩序，恢复整洁，恢复安全的生活和工作。我们也求主保守灾区的重建期的这个环境安全和这个饮食和饮水的卫生，把撒旦和传染病驱出这个灾区，保守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居民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平安的、健康的、清洁的、美丽而光明的生活。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而求，阿们。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经文，其实上是来自一段旧约的圣经。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就是一般的新教教会，它的正道呢，大部分呢都是新约的圣经，很少分享旧约的圣经。而且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呢，不管是三自教会或者家庭教会的正道呢，也很少分享旧约圣经的内容。其实我个人呢是很喜欢旧约圣经的。一个方面呢，因为我喜欢历史和故事，而旧约呢，它是神在写作以色列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是吗？它的深刻性、它的史诗性和它的叙事性都是很贴合我个人的偏好，我个人的偏爱的。再说呢，旧约它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世界上三大宗教的共同的经典的经书，所以呢，它的普世价值和它的宗教内涵呢，就远非其他的经典的书籍所能够比拟的。记得在我青春期，我开始接触圣经的时候，那是中国大陆拨乱反正、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那样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呢，当时就有着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他私下他对我说，他说如果你想要成熟起来，你想要变得深沉和有智慧嘛，如果你想的话呢，请你研读一下旧约的圣经。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开始接触圣经，我从旧约开始。其实上呢，在过去的两年我在中国大陆从事文化事工的时候呢，我也常常以80-90后的笔调和语气来写作的，也是以这样的80-90后的语调和语气来布道的。我也常常向那片黄土地上的文明古国的那些年轻人发出同样的呼吁。我曾经说，我的朋友，如果你想要变得成熟，你变得深刻，变得有智慧，那你不妨研读一下旧约。我一会呢就和大家研读一下那段旧约的主题的经文。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呢，使会众能够了解神他是如何使人长大成熟的，他是如何使人深刻、使人有智慧的。下面让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呢，它出现的时间其实上是埃及遭灾的神迹的第三灾，也就是四灾。这个神迹其实上有十灾，它是第三灾。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呢，摩西他在米甸的旷野里边，他通过一个燃烧的荆棘的意象呢，被神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呼召。后来呢，摩西呢就从缅甸返回了埃及，和他的哥哥亚伦一起去见埃及王。他们请求埃及王法老了，允许他们带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往旷野里边去祭祀耶和华神。当时法老呢心里刚硬，他不答应他们的请求，于是呢，神呢就通过亚伦和摩西在埃及全地行使了十灾的神迹。这个四灾呢是第三个神迹。当时呢，亚伦呢
他升着杖击打地面的尘土，然后这些尘土呢就变成了柿子，然后呢就在这样的就在人的身上和牲畜的身上呢就长出了这个柿子，这是这个神迹。如果我们仔细的研读经文，我们会发现四灾的神迹呢是十灾神迹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转折点呢？因为前边的两灾，也就是血灾和蛙灾当中呢，在耶和华他行使神迹的同时的话呢，有法老他当时他也同时召集了，就是埃及的一些行法术的那些术士，他也行了同样的神迹啊。这三个神迹就是埃及法老就是说召集的那些行法术的人也能够行，但是到了第三灾，也就是四灾的时候呢，以及以后的七灾当中呢，行法术的人呢，他们达到了他们能力的极限，他们就不能够复制这个耶和华的神迹了。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出现了刚才出埃及记八章十九节经文的上半段，经文的上半段大家刚才都读过，就是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这是他们说的话。神的手段就是行法术的人对亚伦和摩西他们所行的神迹的这样一个评判，是吗？现在就问问题了，为什么行法术的能够做出这样的一种评判呢？就是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是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行法术的他是靠邪灵，也就是他是靠魔鬼和撒旦行神迹或者行异能的。我们一般不叫神迹，因为神迹是神，我们叫异能。其实上呢，在英文和希伯来文它是用同一个词的，我们可以说它是异能。邪灵呢肯定是低于圣灵的，也就是魔鬼它也肯定是低于上帝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受造物和创造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受造物它肯定是低于创造主的。所以的话呢，行法术的他达到了他们能力的极限的时候呢，自然的他会看出比自己高的这个主神他的手段。再说呢，行法术的他也一直在与邪灵打交道的，因此呢他有灵界上的经历和灵界上的经验，因此呢他就很容易做出正确的属灵的判断。这方面呢在旧约圣经里边其实上也有不少的例子，比如说在列王记上十九章里面记载，有那个当时呢以利亚先知和那个巴利的先知们较量，有那么一个较量，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以利亚他是这么说的啊，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呢可以挑选一只切成块然后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也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这是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里面的话。后来呢巴利的先知的祷告不应验，也就是说这个神迹呢是超出巴利先知们的能力的极限的，他们行不出来。而以利亚呢先知他以祷告行使了耶和华神降下的火，那个时候圣经是这样记载，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是吗？我们在新约里边，我们也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节里边也有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当时是这么记载的后来他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着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数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里厌烦，于是呢转身对那个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的身上出来，那鬼呢就当时就出来了。所以他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到，那个被鬼附着的使女呢，他一眼他就看出使徒保罗是他们所谓的至高神的仆人他知道那是真神的至高神的仆人，而且呢那个鬼显然也比神低，使徒保罗呢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那个鬼出来，那个鬼马上就离开那个女仆，是吗？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所谓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其实上我在中国大陆宣教和牧会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也就是说一些异教徒或者是巫师似乎比无神论的顽梗的人士更加容易交流福音啊，更加甚至更加容易欣赏基督教的信仰。我曾经呢跟一位佛教徒的居士曾经在北京同住过一段的时间，在期间呢我跟他有很好的灵性上的交流和互动，他呢向我承认他也认为这个佛教其实上是没有神的啊，他说所有的佛教他的修炼他的最终的目的呢都是为了把人提升到一种佛的境界而已，所谓的佛无非就是超脱生死轮回的人，佛是超脱生死轮回的人，不是神。虽然他不接受福音和基督教的信仰，这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呢他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宗教，而他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追求超脱红尘追求出世修行的人，所以呢他认为基督教不是他的终极的追求啊。但是他认为的话呢，基督教的确说出了人类的自私和人类的罪恶的本性，而且呢他很欣赏包括我在内的那些基督徒对真神的那种坚定和执着的信靠啊。这是让我在中国大陆的一段很有趣的经历。我也曾经经历过也曾经听说过有的人在传福音就遇到那个追求遇到佛教徒，这点佛教徒不是追求那种那种超脱红尘出世的，他是追求普度众生追求入世济世的，这些佛教徒的话通过更加的跟进福音的跟进呢，这些佛教徒的的确确比那些无神论的穆教友呢更加容易反映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无神论者比异教徒更难认识真神呢？或者说为什么埃及的法老比那些行法术的更难认识到神的手段？答案呢其实上就在本段经文里面的下半句啊。下半句怎么说呢？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原因就是心里刚硬。心里刚硬这个词的话其实上它的希腊原文和希伯来原文呢都是中性的，都有强大坚强的意思，但是呢在新旧约圣经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它是偏向于贬义词的形式出现的。我提供几段经文大家就可以看得出它的这个用的环境是什么。比如说在约伯记九章四节里边有这么一段话，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像神刚硬而得亨通呢？这里讲到刚硬。然后箴言二十八章十四节里边，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然后新约里边罗马书三章五节里边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持续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的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然后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里边，总要趁着今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助，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也有一个刚硬。所以呢从上边的旧约和新约的经文我们不难看出，就是刚硬他的心理背景呢其实上呢与不悔改与被迷惑与昏暗无知与那个愚拙顽梗是很有很大的关系的。人们往往因为心里边刚硬而看不到神或者看不到神迹，或者呢即使看到了也不信那是个神迹啊。有一个叫做神父落水以后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顺便说一下，在六月二十一号这个夏至，美丽的卡城发生这个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当时有很多朋友在给我发电邮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大洪水直接淹没市中心和河边的豪华的别墅啊，不知道诸位有什么属灵的感觉。记得当时呢我给那边老朋友发出的安慰的话语呢也是今天的神坐在宝座上那首诗歌，其实上呢他也是在诗篇二十九篇十到十一节里边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大家有可以翻来看看他的那个经文，诗篇二十九篇十到十一节，他是这么说的：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接下去呢，他们谈到这是洪水泛滥的时候，是不是神迹或者神的手段的时候呢？我其实让我是很暧昧的讲这个一个神父落水以后的故事啊，我讲这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跟卡城这个有点大同小异，还是在某个小村庄小村镇里面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这个呢，洪水呢开始淹没了全村。一位神父呢，他在教堂里面祈祷，他眼看着洪水呢已经淹到了他跪着的膝盖的时候，这时候呢，一个救生员架着一个掀板来到教堂，跟神父说：“说神父啊，赶快上来吧，不然洪水就会把你淹死了。”这个神父说：“不，我深信上帝会来救我的，你先去救别人好了。”又过了一会呢，洪水已经淹过神父的胸口了的，神父呢，他只好勉强地站在这个祭坛上。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个警察开着快艇过来，他对神父说：“神父啊，快上来，不然你真的会被淹死了。”神父说：“不，我要守住我的教堂，我相信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你还是先去救别人吧。”还是这样，又过了一会呢，洪水已经把整个教堂都淹没了，神父呢只好紧紧地抓住教堂顶端的那个十字架。这个时候呢，一架直升飞机缓缓地飞过来，飞行员呢扔下了这个绳梯之后呢，大声地叫说：“神父快上来，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可不愿意见到你被洪水淹死。”神父呢，他还是意志坚定地说：“他说不，我要守住我的教堂，上帝呢一定会来救我的，你还是先去救别人好了，上帝呢会与我同在的。”然后呢，洪水呢滚滚而来，这个固执的神父呢终于被淹死了。这个神父呢上了天堂，他见到上帝的话，他很生气，他就问，他说：“主啊，我终身的奉献自己，战战兢兢的来侍奉你，为什么你不肯救我？”上帝说：“我怎么不肯救你呢？第一次我派了一个掀板来救你，你不要。然后呢，我以为你担心掀板太危险了。第二次的话呢，我又派一只快艇来，你还是不要。第三次呢，我以国宾的礼仪来带你，我就派了一架直升飞机来救你，结果呢，你还是不愿意接受。”所以呢，诸位看到了吗？因为神父他心里刚硬，他的眼光呢其实上是蒙昧黑暗的，他为自己的固执所迷惑，他致使神他行了神迹，他行了三个神迹来自行拯救，他也看不到神的手段和作为。所以呢，这里的关键就是说，要看到神的手段，一个人呢就必须从心理刚硬当中反过来。心理刚硬的反义词是什么？就是心理温柔，心理顺服。也就是说，要谦卑自己，要心里肯顺服神，这对于了解和经历神的手段其实上是很重要的。正如有一个英语的文字游戏是这么说的，英语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是吗？它翻译成为若想要了解神，你必须要立在神之下，你必须要恭恭敬敬地服在神之下，顺服于神，然后你才能够了解神，你才能够看到神的手段。那么如果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心里顺服神，我们都能看到神的什么手段呢？神到底他有什么手段呢？神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是干预人类的生活呢？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科学昌明，这样一个技术发达，这样一个当代的社会，神呢，他主要他以圣灵的方式来与人打交道，这样一个时代里边，神他是如何的引导他的信徒过一种了解看到他的手段的这样一种人生呢？这就是我下面分享的主要的内容。一般的说，神他会通过以下的五种手段来工作的，我们就所谓的五C原则。因为这五个C呢，这英文的字母它的开头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有一个C，所以叫做五C原则。
是哪两？是哪五个五系原则呢？因为没有 PowerPoint， 我只有就说慢点读给大家。然后啊，第一个就是圣经教训，英文叫做 Canon 是吗 ？C-A-N-O 就是说经典，圣经教训，也就是说圣经它是神写给人类的书，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会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是吗？这是提摩太书三章十六节里边的启示。这里边呢，圣经教训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一般的通则，我们叫做一般的原则啊，比如说摩西十诫，比如说登山宝训等等，圣经当中记载的这个一般的原则。这些原则的话呢，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且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所以的话呢，应该无条件的接受和遵循。我说的是无条件的。比如说摩西十诫里面说不可杀人，是吗？这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里面说不可杀人，那就是说就应该无论在任何环境下任何条件下都不可杀人，就是不要认为什么正义认为什么智慧而借口而肆意的杀人，就是这是一般的原则。第二个呢，它有一些特定的指示，这些特定的指示呢是神他给他的仆人在 特殊的环境下特殊的生活方式当中特定的指示和带领。信徒呢他在应用的时候呢需要对这个对照一下自己的生活的周遭和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有哪些与这个圣经人物或者是属人伟人有哪些相似性，而那灵活的应用于自己身上。比如说我们说过约瑟的苦难，是吗？说过雅各他怎样受神的管教的，还有摩西他的领袖才能是怎样发挥的，这些的话呢都要实时实地的对照自己跟这些圣经人物和圣经伟人有什么相似之处，然后呢灵活的运用在自己的身上的这些特殊的指示。第二个神的手段呢叫做圣灵的催促，圣灵的催促，催促英文叫做 compelling， compelling of Holy Spirit， 一个 C 开头，这个第二个 C。 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他是受水和灵受洗的，基督徒他是受水和灵受洗后呢他就是一个认罪悔改，他就是一个重生 得救的人，因此呢在信徒的里面就有圣灵的内住，因此呢圣灵的工作呢是神对五旬节后的基督徒的干预的手段，在这方面是不可缺少的。这方面呢又包括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是圣灵的催促呢？第一个方面就是信徒认得神的声音，神有微小的声音，比如说列王记上十九章里边以利亚他认得神的声音，在地震和大火以后那种轰轰烈烈的声音不是神的声音，但是在地震和大火以后耶和华有微小的声音他认得，是吗？这是认得神的声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神会赐给信徒心中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们就称为圣灵的感动。当我们受到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心里极想去做某件事情，这样的一种经历啊，这也是圣灵催促的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就是一件超自然的启示性的工作，比如说有预言、有异象、有异梦啊。这件异象和异梦呢，其实上也是这种工作，但是是超自然的工作。这是第二个C，然后第三个C的话呢，叫做中文叫做人情事理，英文叫做 common sense， common sense 就是常识。就是指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识和理性。信仰呢，绝对不是盲目的迷信，因为神他既然创造了有头脑、有思想的人，神的手段呢，当然就与人类的常识、与人类的理性是相符合的。这尤其可以应用于，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的，比如说择偶、比如说择业这些就是领域。比如说择偶，我们说一个人是由灵魂体三个部分组成，你要必须在灵生命，比如说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的世界观这方面相似，然后在魂生命你们有共鸣、有感情基础，然后在体生命有身体上的吸引。在这比如说择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潜力，都有自己的恩赐，然后呢就看这个周遭那个岗位上面是不是把你的这种潜力和恩赐打开，
有这样一个机会，是吗？前面我们讲的神父落水以后呢，这个故事里边神的手段呢，主要是属于这方面的，这些可以从逻辑上推敲出来的啊，这是 common sense 人情事理。第四个叫做圣徒忠告，就是 counseling of the saint， counseling 就是心理辅导，就是忠咨询啊，你要向圣徒咨询。基督徒是一群蒙召的，从世界上分离出来的归于神的人，因此呢，神的手段呢也会在他的心腹的教会，也就是基督徒的会众当中会反映出来的。因为我们是同有一主，我们是同受一灵，我们是同有一性，同受一喜的，我们也是同属一神的啊，这是以弗所书四章五到六节里面的教导。因此呢，我们的教会里面的信徒呢，如果能够谦卑顺服起来了，圣灵他会在信徒心里运行，会催促这些信徒呢到牧师或者到一些资深的会友里面去交流去咨询，尤其是属灵的长辈，因为这些属灵的长辈呢，他有许多属灵的经验和经历，这也是神的手段之一。在这方面呢要注意两点。第一点的话呢是什么，信徒呢对自己的决定是必须负责的，因为最后的决定是由信徒本身做出来的啊，别人呢只能是作为咨询、作为参考、作为忠告。第二点呢，要预先的清楚该向什么样的人物、该向什么样的人咨询意见，因为不同的信徒他从神那里领受出来的恩赐和装备是不同的，所以的话呢要因人而异。最后的话呢叫做环境的认证， circumstance confirmation， circumstance 环境，环境认证。神他当然要成全那些信靠他的人和把一些交在他手里面的事情的啊，但是呢他在地上呢，神呢他会通过具体的人事来施展他的手段的。因此呢信徒呢需要留意自己的能力和周遭的环境，要充分的了解神所赐予自己的恩赐，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用一种属灵的眼光去观察和体验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啊，体验每一件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只有这样的话呢，信徒呢便能够洞察到神他是如何通过周围的环境能够把信徒的心怀意念呢和他的能力和潜力呢能够发挥出来，能够变成现实的事工啊，这是环境的验证，是最根本的也是最后的一个原则。最后呢我想用一个有趣的个人的见证，我说明一下以上的五个 C 它是怎么样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应用的啊，我的一个个人的见证，但主人公不是我，是那个啊，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在2012年的时候啊，在中国大陆我曾经遇到一个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个网友的传道人的同工，她是一个姓胡的老姐妹啊，我们俩有共同之处，我们都受过西方神学院的正统的教育，也在北美宣教，有宣教和牧养的这样一种经历啊。我们是从基督徒网站，当时在很多年前了，2005、2004那个年代，在那个万维网有一个彩虹之约很有名的基督徒的网站，我们在那里认识成为朋友啊。我呢，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以个人探亲的身份义务的回国服侍同胞，这一点呢，他受到很大的感动啊，这一点很吸引他。然后呢，他从2008年以来一直追踪我在国内的服侍和行踪，我的进展情况他很关心。他在2012年的他的孩子大学毕业了，在枫叶国他没有负担了，他一直在教育抚养他的孩子。然后呢他也准备就卖掉他温哥华的房子，准备移居到美国跟他的丈夫在一起过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边他有一些空闲的时间，这样他就忍不住了，他就回国。他是2012年3月份回国。我和胡姐妹的互动呢，同工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啊。当时呢2012年3月她到北京啊，第一个主日我邀请她到我们在北京的家庭教会里面崇拜，崇拜后完了一起坐北京的地铁回来，
在地铁上呢，跟他分享一些感受、经验和一些洞见啊。因为他是好久没有回国探亲了，大概5-6年了，所以呢，他对一切都很新鲜，都很好奇。记得他当时跟我分享的时候，分享北京地铁，他说我有一个新发现啊，吴弟兄。我说什么发现？他说我发现北京地铁上的年轻人啊很多啊，几乎看不到老年人啊，这是为什么？啊，我说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北京老年人坐公交车是免费的，那乘坐地铁和年轻人一样要花2毛钱，人家就是啊老年人啊呢就坐公交车了吧？就是说。胡姐妹的对我的这个解释并不很在意，但是呢，从此呢，她有一个念头一直缠绕她的心，嗯，这是圣灵的催逼的结果。我觉得她从此呢一直琢磨着，我的80、90后的年轻人在地铁上，我有什么办法向他们传福音呢？嗯，琢磨来琢磨去，她就想起了一个方法，我已经跟大家说过那个方法，就是她通过北京地铁站名的比喻，就是说世人和基督徒的心路历程。他想啊，就是说，因为他曾经在网络上面看过我在网络上写的诗歌和剧本，他知道我在这方面有这个创造力，他于是叫我写作。他说他把这些小剧本让我写作剧本，按照北京地铁站的站名写剧本，把这些剧本的话呢做成一件扇子啊，小扇子，然后夏天的时候在北京地铁上发放。他说这个，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方法，也很有创意，对吗？我记得过去在一个讲道里边，我曾经列举过我在北京地铁的1号线和5号线一个比喻为世人和基督徒的心路历程做成的那种小剧本，我曾经放炮粉给大家看，那是很贴切的，也是很有创意的，大家还记得。但是很遗憾，后来呢这件事情没有成功。嗯，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因为他找不到投资商去愿意支持他这方面的文化的事工。当时我很幽默的对胡姐妹说，我说嗯，老姐妹啊，我说我们都是中国大陆的书生型的知识分子，我说我们走向社会了都变成商人和传道人，我说商人和传道人呢都有一个特点，你要成功的话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要钱来找你，你在商场上要钱来找你，你才能够成功，你自己去找钱很辛苦很累，可能也不成功。我说那个牧场上也一样，你要神来找你那个事情呢、啊、那个事工就很容易了，你要找神的话呢可能呢累死累活你也找不着。但是我是很暧昧很幽默的讲的这个话，但是的话呢啊，其实上呢这个不知道这方面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就是说啊，后来是怎么找呢？胡姐妹对于80、90后年轻人的负担呢，神其实上他是兑现的。他是怎么兑现呢？后来的话呢，胡姐妹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他的研究生的一个同学会，因为胡姐妹是属于他们学校里面老三届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师姐了。我曾经对大家说过，他的那个师兄实际跟董必武跟这个周恩来是同工的，所以呢他是老三届的老师姐，所以呢当时又赶上他的大学的研究生，他的母校2012年3月份刚好和清华大学合并成立一个叫做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刚好赶上，因此呢他就回去参加同学会。在同学会当中呢，他的那个清华同学会的通过清华大学团委的邀请，他在2012年9月份啊，9月份就新生开学的时候，80、90后的清华大学的2012年的新生研究生班，他给他开一个五道口大讲堂的一个讲座分享，给他1个小时的分享。当时他想到的就是以领导力的根基为题目，分享耶稣会的成功的奥秘。这个我在以前讲道上我也曾经跟他分享过。但是为了吸引听众的话呢，又不触动这个底线，中国的底线其实很厉害，你要触动底线很麻烦，所以呢他就以北京地铁站的站名的比喻用在讲座的开头和结束来吸引人啊，那是一个很成功的讲座。讲座后的话呢，他还征求我的意见啊，就算是圣徒忠告的征求我的意见。当时我的感受，我说胡姐妹，我有2点感受。第一点的话呢啊，你的分享其实让你
是以爱心分享，你老是说我说的不一定对呀、啊，我是啊、是你们的清华的院长，曾经对这本书有一个下面有个序，所以我就来讲这样的。他老是说他的不一定对，他是以爱心分享的形式，不像我说如果是我就很讲道的形式，像这样讲很严肃，这样肯定效果肯定不如你的。你是以爱心分享的，就是说。第二个的话呢，你讲到自始至终啊，你都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就是说虽然不到一个小时，45分钟，人们始终都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当然了、啊、这跟我的这个那个地铁站的那个小剧本可能也有点关系，就是然后呢，最后呢，我幽默的对他说，我说我看到了后现代的利玛窦了，我说胡姐妹呢现在就在清华大学里边服侍啊，他可能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第一个在中南海牧养的神仆。从这个见证当中呢，我们不难看出，就是说上边的五系原则的具体的应用啊。我再总结一点，首先有大陆背景的知识分子以探亲的身份回母国传福音，其实上是符合圣经教训的，是符合那个 canon 的第一个系的。其次呢，他有系统的神学的装备和北美的牧养的经验，又有呢服侍大陆同胞的恩赐啊，他不是那种逢中必反、挟洋自重，有一种就是说敌共反华的这个意思，这很宝贵。所以到那边的话呢，这些都符合人情事理的，符合这个 common sense。 因此呢，他在北京地铁上呢，他受到圣灵的催促，在这样的话他感动，他要争取下一代，他要给80、90后的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传福音，他有这样一个意向。这样的意向呢，实际上是受到圣灵的催逼的，但是呢，环境没有验证他在地铁上发放福音单张、福音扇子的这样的事工。相反的呢，向他开辟了一条类似于耶稣会的利玛窦和汤若望的道路，向国内的精英大学的研究生开辟世俗化的属灵讲座。他现在就在清华大学开这种讲座啊，而且得到官方允许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得到我的有意的帮助和支持，这是圣徒忠告方面的应用。所以说五个C：圣灵、圣经教训，还有人情事理、圣灵催促、环境印证，最后呢圣徒忠告。大家在自己生命当中经历过没有这种神的手段？这也就是我最后给大家的挑战和问题。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